白眼狼。哎呦，这不是报纸上的那个名人吗？想走哪那么容易啊？哎，大家伙都来看看，这个又是骂自己家长的畜生。我不想和你说话，自己让开。我凭什么给你让开呀？这路是你家的呀！哼，我告诉你，薛小雪，我不想跟你废话，赶紧赔我钱，做你的大头梦去。哎，你欠人家的钱，你怎么还有理啊？你要是拿不出钱来的话，你求求我，没准儿我还能宽限你两天。就你这态度，你现在立刻马上把钱给我还来！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老是欺负我？我还没喊委屈呢，你倒先委屈起来了。咱俩谁欺负谁啊？我就看不上你了。吵什么吵？吵什么吵？不就几百块钱吗？我替他还了。你替他还？不信？欠谁的？拿去。你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老子高兴，凭我看不惯你欺负人。拿就拿，我还怕钱烫手啊？停停，算了，咱惹不起他。哼，小姑娘，我告诉你，有的钱呢，它就是烫手。怎么的？这事就这么算了？行，要以后谁再提，别怪我不客气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你别说了，走吧。什么东西？谢谢你啊，就光口头谢谢，没别的了。我请你吃饭。你有钱吗？那你不还他？就他，我喂狗都不还他。